多少发了吗？嗯。他停红绿灯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停在停止线，他是停在离停止线前面大概30公尺处的地方。嗯，那我们是怀疑他是不是精神不济还是怎么样，想上前去关心，结果看到我们警方上前，他就加速逃逸。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有很大的问题。受波及的机车骑士一名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他伤势如何？那目前的伤势，髋关节及小腿部分骨折，那目前意识清楚，没有生命的危险。